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里是格子酱讲绘本。绘本里面有好多的朋友，每天都跟我们分享着他们的故事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奇妙的绘本故事吧。今天，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《谁哭了》。有一天，小熊走在路上，听见有人哭了。哦，是老鼠哭了。小老鼠，你怎么了？我摔倒了，不过我不再哭了，我不是小宝宝了。小老鼠，你真棒。小熊走着走着，啊哈，谁哭了呢？小兔子呀，小兔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冰淇淋掉在地上了。不过我不再哭了，我不是小宝宝了。小兔子，你真棒，冰激凌掉地上了，就不能吃了。小熊走啊走，又听见有人在哭。谁哭了呢？怎么小猫和小猪都哭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我们打架了，不过现在和好了，不再哭了。我们都不是小宝宝了，不能动不动就打架生气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啊，真了不起，小猫和小猪，你们是好朋友。走着走着，小熊又听见谁哭了。哦，原来是小小熊哭了呢。小小熊哭了，没关系，它是小宝宝，当然要哭的嘛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，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，格子陪你一起成长。